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咱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，消防车游戏啊。哎，啊，咱们切换到那个吧。这个家伙竟然跑到驾驶位上了，咱们切换一下，咱们到这个驾驶位上了，是吧？这个也不让咱们可以了。不对的话咱们不好拉警报了，所以说咱们得慢一点，好稳一点，是吧？好，前面是个红灯，咱们得停下等一下，得按入规行驶，是吧？看看咱们的车队有五辆消防车，是不是？哇，这是一个蛮大的全编制的一个消防车队，是吧？咱们这个地图上显示咱们是要左拐，左拐配对，因为咱们这是游戏啊，咱们消防队在啥位置咱们也不是太熟，是吧？所以说咱们也只能按照导航走呗，因为咱们出来也是第一次啊，是吧？这个路也不认识哪里跟哪里，是吧？好像这个地方是一个工业园区啊，咱们在这里好像刚刚碰到一个家伙，就是咱们拉着警报他在路上走哈，还不让道，太过分了，这家伙是吧？哎，这个红灯的话咱们差一点看不到，是吧？好，开始出发。看看咱们车队都跟上来了，是吧？哇，咱们这绿灯直接过来了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跟得上咱们，是吧？好，前面又是一个红绿灯，然后前面红绿灯左拐，是吧？好，左拐弯，啊，咱们车队好像丢了。他们好像没跟上咱们，咱们这个车速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好，咱们已经到咱们这个消防队了，咱们得把车给倒进去。这一次咱们倒车直接用后视镜倒进来，看看咱们这个水平是不是相当 OK 啊， perfect， 太完美了，完美。好，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喜欢咱们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或者点亮下方的小爱心，给咱们一点小小的支持。咱们这一期视频的话就给大家带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啊。好，咱们是不是要去指挥一下他们啊？把车倒到哪一个里面去啊？不要搞乱了，是吧？哎，但是咱们好像被定住了，咱们动不了了，只能再见了，拜拜。